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千万不要眨眼睛，因为事情发生得很快。我没眨。刘谦就这样隔空让螺丝帽退了出来，现场观众和其他表演嘉宾都叹为观止。为了证明自己的技术了得，刘谦让旁边的艺人马上检查自己的魔术道具。这位在大陆红透半边天的台湾魔术师，他的表演更被民众选为我最喜欢的春晚节目。